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。张学友，李圣杰。啊，微风吹到你的发梢，就像风的线条。他声音很有特点，总是在我的眼里闪动。你不觉得像李圣杰吗？微笑挂在你的嘴角，让让我的情怀总是叫我无法言语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圣洁嘛，告诉你心中的话。好听啊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你的背影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。就像风的线条，总是在我的眼里闪动。微笑挂在你的嘴角，荡漾我的情怀，总是叫我无法言语。偶然在街上那迷人的模样，看你从眼前走过，我却看不见你，你那令我的发梢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。我们欢迎李圣杰先生。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李圣杰曾因《痴心绝对》《手放开》被大家所熟知，在淡出大家视野多年后，他又为了什么梦想来到《梦想的声音》呢？你怎么来了？五位好朋友。我们还在想，不可能吧？你知道我多紧张吗？等下先让我。缓一下，缓一下。我终于走到这边，好好玩，好好玩。可是你到了这儿，我们也很紧张。所以我很好奇，你怎么会来参加《梦想的声音》呢？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舞台啊，应该是全亚洲最刺激的一个舞台，超刺激，而且很像我当时在歌唱比赛的，那这超真实的。然后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从走三块走过来。太刺激了，我看他们也够刺激的哈，很刺激，非常刺激。那你们决定都要站着吗？因为我们实在太惊讶了，太酷了，太酷了，太酷了，这就尴尬了。那你向谁讨教呢？哎哎，
哎，这就尴尬了。没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，他们呢有各自投票的，你看到上面有数字，到目前为止呢 ，JJ 有两票，阿梅老师有三票，其他都是零票。JJ 是第一个选的嘛？啊，对，我跟圣杰哥，要刚出道的时候，我们是一起跑通告的。对啊，常常在不同的场合，在校园，对对对，一起碰到，然后互相的鼓励，上台之前说哎加油加油，对，所以我跟他是有革命情感的，真的真的，今天我就豁出去了，自己挑战我吧，哇，好，我好想跟你唱歌，哇，那另外一票投给 JJ 老师是谁啊？我们哦，对，我们今天说好了，就是 JJ 投谁就投谁。Okay. 好听话，你们这绿蛋糕真的有用哦。OK OK， 我压力有。阿梅老师是？我自己投给自己。哦哦，没有，因为刚开始我就在猜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会是你？就真的，我觉得好的歌手，我很愿意、很乐意的，我们一起来在舞台上面切磋一下。好好好，哇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真的好久不见。肖老师，我成全阿妹姐。哦，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对决，好刺激。Hebe 老师，你也是投给阿妹老师了？是，我觉得一个这么棒、这么有声音辨识度、唱的这么棒的男歌手，一定要配一个非常棒的女歌手，那个一定会很好看。哇、wow ！不过在你做选择之前，我也很想问这个圣杰兄啊，对，怎么会想到要回用这样的方式到舞台上唱歌呢？我觉得挑战自我，真的是挑战自我，而且我觉得这个舞台可以让我想到唱歌的那个最初的那个热情，因为你没有任何的顾虑，你必须把你所有的情感在就一次的演出要表现出来，这是最大的动力。反倒是放下了所有的成本，就像是孤注一掷，有点背水一战的意思啊，不用再考虑那么多，到最后也许这也是享受音乐最好的，或者说更直接的方法。对，而且有这么多好朋友，每一位都是超有故事的。我还没想到我可以走到这里。你实话实说，你来之前你选好了吗？我心里已经想好了。想好了吗？对对。李圣杰要选择投教的是。好，那给我们讲讲为什么最后选定的是阿妹老师。其实我心里啊一直希望有机会可以跟阿妹唱，没想到就在这个舞台。好，现在呢圣杰兄这边已经了却心愿了，所以你他已经准备好了一首阿妹的歌嘛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阿妹的华为金曲榜啊。好恐怖。来，阿妹老师的第一首金曲榜候选是，请看。哇哇，每次我的歌都会出现。我发现我们这个华为手机梦想声音的观众对阿妹是比较偏好的啊，你看看其他导师选的那个候选，这个一出来是这个，哇，李玉芳。为什么在我的金曲里面真的是金曲？来，第二首金曲榜，请看。哦，这太理所当然了。有情感的，这又背得倒背如流了。没有在第一首这么金曲之后，稍微缓一下，稳一下这首歌。是第三首是，来，请看。哇哦！这个歌你应该没听过吧？我没听过。这个歌的历史我们要怎么讲呢？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，对，在广东流行乐坛成为中国流行乐坛一旦发展动力的时候，九四新生代嘛，九四新生代的代表作，李承波先生的《小芳》，描述的是在村里有一个姑娘，后来跟他分手，他对她回忆的故事啊。对，这也是可能大概45岁以上男人喝多了酒以后都会唱的一首歌曲。他们把自己的初恋统称叫做小芳。哎，是的，对对。
你怎么都会被人挑到这样的歌、啊？对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对、啊、拜托，第四首，第四首歌曲是来熟悉一点的吗？哦。你别说，还真的很期待阿妹唱这首《淘汰》呢。这首歌对吧？这首歌还不错。但是如果唱《新贵妃醉酒》也是没什么意见。啊，不要啊，拜托。我觉得以节目而言，全民都会期待阿妹唱《新贵妃醉酒》，因为反差度之强烈，真的是亘古未有。喂喂喂，怎么样？可以。我现在先走了哈。他今天讲什么都没有用，因为是喊停的嘛，没有任何人为决定。我来喊开始，你来喊停，好不好？你说停的时候，你大声一点。你说停的时候，停到哪一首歌就是哪一首歌了。开始。好，非常有悬念的时刻，到底会唱什么呢？停。晚了一步，这也一步，停在了张雨生先生的《我期待上》，这也是注定的，这是注定的，这是注定的。